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美国大选。每年的十月呀，美国大选都会有人们意料之外的事件发生，人称十月惊奇。那今年的十月惊奇是什么呢？或许是10月1号的那场令人刮目相看的副总统辩论。然而，就在昨天10月2号，美国联邦法官公开了一项指控川普的新证据，事关1月6号事件。这是2020年选举以来影响力最大、最备受关注的案件。为什么在10月2号，联邦法院又公布了所谓的新证据？那这个新证据又是什么？为什么会在这种敏感时刻拿出来呢？在说这个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先回顾一下美国大选前这唯一的一次副总统辩论。相信大家已经看过辩论双方 J.D. Vance 和沃尔兹的表现了。那今天呢，我还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最精彩的看点，以及呢这场辩论双方的得失。大家看看我总结的到不到位？最后再来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问题。想请大家在留言区先告诉我，你对这次副总统辩论的感受，你觉得谁的表现更好？请输入 A. J.D. Vance B. 沃尔兹。另外呢，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我会在美国大选前增加更多的美国话题。大家都看到了，在周二的副总统辩论上呀，川普总统的搭档万斯以他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出色的辩才。他的沉着冷静、不卑不亢和从容不迫，最重要的是呀，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一种人性的光辉，让美国乃至全世界都认识了他。可以说，之前呢，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政治新秀，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啊，还停留在《乡下人的悲歌》那本书和俄亥俄州资历较浅的参议员。但是在这场辩论之后呢，他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明日之星。不只是共和党人欣喜若狂，连民主党阵营中啊，都有不少人竖起大拇指为他叫好。尽管依然是3比1的局面，但他据理力争的同时呢，还不忘表示对主持人和对手的尊重。他常常以守为攻，比如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对沃尔兹说："提姆，我认为你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我不认为哈里斯有这个意图。"他成功地将川普的政策主张以一种更加温和、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很多依然在川普和哈里斯之间徘徊的选民不再犹豫。这些人既不喜欢哈里斯，也不喜欢川普，但是呢，他们从年轻能干、雄辩的谦谦君子万斯的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这正是他此次辩论的聚焦点，争取中间选民。万斯在辩论中不时地提到自己的3个孩子和妻子，他那份自然流露的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和关爱，也令很多的女性选民心动。万斯不仅为自己正了名，也成功地收获了很多美国温和派中间选民的选票。其实呀，不只是美国的选民，在国际上，世界对美国大选前发生的种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变数呀，都觉得不可思议，简直是太混乱了。这世界会走向何方？这次副总统的辩论呢，让世界看到美国原本就应该有的样子，这才是美国嘛。万斯的出色，反过来也为川普总统加分。有川普这个伯乐，才会有万斯这样的千里马呀。而民主党候选人沃尔兹，应该说呢，比起哈里斯表现呢也还是不错的。辩论一开始啊，他的表现虽然表现得有点糟糕，感觉那时候还不知道该如何玩这场游戏，要不要像哈里斯一样用预先准备的虚假的台词来激怒对手呢？所以，当主持人问沃尔兹是否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预防性攻击的时候，他上来就把以色列和伊朗给搞混了，称以色列以及其代理人势力的扩大，美国在当地维持领导地位绝对必要。然后呢，又莫名其妙的离题，批评川普在跟哈里斯的辩论中只在乎造市场的人数，然后称川普缺乏稳定的领导性，不适合当总统等等。直到万斯开场之后，先彬彬有礼地介绍了自己，然后针对所提的问题做了更加直接的回答，强调以色列的行动应该是基于自身能力和安全的评估，而美国的决策呢是全面支持以色列。万斯的回答给整场辩论定下了基调。
到这个时候呀，沃尔兹才稳定了心神，确定了这个游戏该如何往下玩。但或许呢，是因为他和哈里斯只不过是被推到台前的人物，而真正的话事人呢，并不是他们。所以啊，在他的辩论中，从头到尾呢，就显得不自信。他的身体语言，包括多次瞪大双眼和茫然的眼神，讲话时多次的停顿和稍微有些结巴，这些啊，都将他的内心的紧张暴露无遗。那最糟糕的呢，是他被主持人追问为何称自己在六四事件期间身在香港，而实际上他当时在家乡。他先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绕了一圈，意思呢是自己作为教师、国会议员、州长，尽管犯错，社区仍然信任他。当主持人再次逼问他的时候呢，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说错了，还说自己有时候会犯傻，被夸夸其谈冲昏了头脑。这倒是实话，沃尔兹撒谎可谓是张口即来。2016年，他说自己访问中国大约有30次，但他的竞选团队近日呢又改变了说法，认为可能接近15次。他说自己曾经在伊拉克战场，其实呢是在德国。他还说曾经亲临阿富汗，其实呢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结结巴巴地说出那番犯傻的话之后呢，他试图塑造的这种人权斗士的形象呀，似乎就变成了他的软肋了。沃尔兹还不忘补充说，自己在民主抗议期间身处香港和中国，从中学到了很多执政所需的东西。我很好奇，他从中国到底学到的是什么执政经验？应该不会是镇压和屠杀学生的独裁手段吧？沃尔兹在辩论中还出了一个严重的口误。为了打感情牌，他在辩论中提到他17岁的儿子曾经在社区中心打排球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枪击事件的发生。万斯听到以后呀，马上边摇头边表示太糟糕了。轮到他说话的时候呢，他首先表示，我不知道您17岁的孩子目睹了枪击，我对此感到很遗憾。两人友善的互动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沃尔兹随即提到他所治理的明尼苏达州已经强化限制拥有枪支的法案，还奇怪地说了一句，我与校园枪手成了朋友。川普总统在真相社媒上表示，这是他第二次说我和校园枪手成了朋友，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疯了吗？还展示了一张竞选标语牌，在川普和万斯的名字下方呢，写着永远不会和校园枪手成为朋友。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沃尔兹到底是口误还是撒谎呢？相信大家心中啊都有一杆秤。那如果眼睛不好呀，不妨试试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日本眼贴。平时我看电脑和手机太频繁了，我们的这个眼睛呢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眼睛会感觉到干涩、疲劳，甚至视线模糊。那年纪大的朋友呢更加是这样。大家可以试试这款日本眼贴啊，我自己在贴上之后大概5分钟以后呀，就感觉到眼睛不再干涩了，而且呢还有清新醒脑的功效。听说它还可以舒缓这个花粉过敏引起的眼部不适，还有改善假性近视的作用，可以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而且它的原材料呢是100%的天然植物萃取物，不仅能够舒缓眼睛，还能够调节肝经和肾经。每天使用的话呢，会让我们的眼睛看上去神采奕奕。最近回购的朋友啊特别多，大家不妨试一试，可以点击我描述栏的链接到我的网站上去购买。好，我们言归正传。在这场辩论中啊，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点， CBS 的主持人诺拉·奥唐纳和玛格丽特·布伦南，他们一上来呢就表示他们的工作不是让候选人的发言基于事实，而是促成候选人之间的辩论，执行规则，并且为候选人提供核实彼此言论的机会。那也就是说呢，他们作为主持人是不会对辩论双方的言论是否属实来发表评论的。但是主持人在说到川普猫狗言论的时候呀，却犯规了，说他们针对川普指俄亥俄州的海地移民吃掉当地居民的猫狗的事件进行了事实核查，那里大部分的海地移民是合法居民。我们先不说这个事实核查的重点到底是海地移民有没有吃猫狗，还是海地移民到底是不是合法居民，那主持人这番说辞啊，他已经就犯规了。万斯当时想回应，主持人呢就以时间紧迫有太多议题为由拒绝了，但是万斯坚持回应说，
规则说好不做事实核查，那既然你对我进行了事实核查，我认为说明实际情况很重要。所谓的合法居民是有一个叫做 CBP-1 的应用程序，让非法移民可以继续以非法移民的身份申请庇护假释，并且通过哈里斯开放边境的魔杖获得合法身份。他们不是申请绿卡等待了10年的人。但是不等他说完呀，他的麦克风就被无理的掐断了，这在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包括 CNN 和福克斯的主持人都对此大加挞伐。 CNN 主持人说，作为主持人，你是问题的提出者，却不让别人回应，显然万斯说的是对的。边境政策呀，一直都是民主党的短板。上回呢，我们提到委内瑞拉监狱的这个阿拉瓜火车帮成员萨拉特，就是在2023年在沃尔兹所在的明尼苏达州一所监狱里待了3天以后被释放到社区的。不到一年时间呀，便发生了萨拉特在普雷里杜青袭击了青少年和妇女的事件。阿拉瓜火车帮呢，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犯罪组织，涉及人口贩卖、勒索、绑架、毒品走私等等犯罪活动，以极端暴力著称。随着移民潮渗透到美国之后呀，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是越来越大。美国政府已经将其列为跟 MS-13 以及意大利黑手党相当的跨国犯罪组织。显然呢，沃尔兹管理的明尼苏达州所执行的正是哈里斯的极端移民政策。经过哈里斯开放边境的魔杖，便可进入社区祸害美国民众。不过沃尔兹全家呢，却没有站在他的身边支持他。他的家族中呀，有8个人穿上了沃尔兹家族力挺川普的 T 恤。这个沃尔兹家族表示，沃尔兹的祖辈世居内布拉斯加州，州长沃尔兹的父亲曾经在当地当过校长。他去世之后呢，沃尔兹才搬离了内布拉斯加州，并且呢，在明尼苏达州发展。他们在州长沃尔兹被提名担任哈里斯的副手之后，召开家族会议，一致决定制作 T 恤，公开表态支持州长沃尔兹的对手川普阵营。沃尔兹的亲哥哥杰夫·沃尔兹呢，也反对他，尤其是反对他支持 LGBTQ 的意识形态。在副总统辩论中呢，这个16事件呢，显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民主党一直以来用来打击川普的一根棍子。万斯对此的回应呢，是川普在1月20号和平离开了白宫，政权和平交接。沃尔兹称万斯是故意弱化川普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说川普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是对民主的威胁，还追问万斯川普是否在2020年输掉了大选。万斯智慧地回答说，希拉里在2016年输给川普以后，也一直说川普偷走了选举。那说到1月6号事件呢，我们在这里啊，先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情况。2022年的11月，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南任命了司法部负责公共腐败调查的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他作为特别检察官，领导针对川普的机密文件案以及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案。那去年6月呢，史密斯就机密文件案对川普提出了37项重罪指控。今年7月，川普任命的联邦地区法官艾琳·坎农随机抽到了负责监督此案件。坎农法官驳回了针对川普的机密文件案，并且裁定任命史密斯为特别检察官违反了美国宪法，特别是任命和拨款条款。这项裁决引发了人们对司法部使用特别检察官的质疑。此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在川普诉美国案中也对史密斯的任命呢提出了类似的质疑。8月26号，史密斯向华府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长达165页的文件，要求美国第11巡回上诉法院推翻地区法官艾琳·坎农的裁决。10月2号，也就是昨天，副总统辩论后的第二天，联邦法官坦尼亚·查特坎公开了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团队所提的新证据，在总统选举只有1个月的当口公布这份文件，尤其是在副总统辩论之后的第二天来公布这份文件，这个干预选举的意味啊，非常的严重。
川普在德州休斯顿接受采访的时候呀，将这份文件的解封称为政府武器化，他说是为了让媒体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副总统辩论中沃尔兹的灾难性表现上。这份文件的主要的论点呢，是围绕川普不应该享有总统豁免权，理由呢是他大部分的行为并不是履行总统职责，而是属于私人性质。比如说文件认为川普在公开场合和这个社交媒体上 X 上的这些言论是他作为候选人而并不是作为总统的一种表达。检方列举的所谓的这些新证据啊，就是概述了一项涉嫌组织欺诈选举人的计划，并且向时任副总统彭斯施压，要求他以美国参议院议长的身份拒绝认证各州的选举人票。检方还称，川普以及其共谋者对彭斯撒了谎，告诉他存在大量选举舞弊，并且隐瞒了他们精心策划制造假选举人名单的计划，以及使用假名单试图阻挠国会认证的意图。文件还称，川普制造了一个火药桶，并且在1月6号故意点燃。选举欺诈到底存不存在？是川普制造了选举欺诈的假象，还是民主党倒打一耙呢？真相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呢，一定会大白于天下。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最后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呢已经推出了自己的专属网站www.陈威宇.com。那希望大家呢有空去访问一下这个网站，因为里面有一些我的周边商品啊正在完善当中，比如说像大熊手绘给我的漫画，我们就把它做成了威宇看时间的珍藏版的 T 恤，还有眼贴等等，都可以在这里购买。另外呢，如果你认同我的付出，愿意为我们的真相频道助一臂之力，还可以在这里选择捐款，支持我在寻找真相、唤醒众人的道路上持续前行。也可以在这里呢留下您的邮箱，让我们始终保持联系。感谢大家的支持，期待在网站上与你相见。